大卫，大卫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怎么了？这么慌张？瑞根他，我的儿时玩伴，说不定要被军队杀了。求求你，跟我一起去找瑞根，不然的话，瑞根会被杀掉的。而且，安他也说不定。苏菲，冷静下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购物商上了有奇怪的军队，我打算去救瑞根，然后我们设法要逃出去，但是瑞根他……苏菲，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突然好累。苏菲，稍微休息一下吧，你太勉强自己了。没事的，我会好好的听你说，但是你需要先冷静下来。奇怪的军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有到需要军队出动的事态吗？我想，他们不是真的军队吧？因为很奇怪吧？为什么打算要枪毙女高中生？也对，我越来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到底为什么会变这样。不过你的朋友一定会没事的，你看见的黑影也好，军队也好，我都没有看到，而且再怎么说那些家伙不是出不了外头吗？你的那两位朋友大概想办法逃出去了吧，这样的话一定没问题的，那并不是你需要担心的事。总之，就算走一会，也休息一下吧，不可以太勉强自己。就像我一直以来所说的，抱歉，大卫，总是让你担心。我倒是不介意，只要你不再乱来的话，我就很高兴了。那苏菲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从第一次见到你之后，你看起来总是一副很疲累的样子。第一次？什么第一次？苏菲，我们去吃午餐吧。等我一下。奇怪，怎么了？我应该有放5元美钞在钱包里啊，是掉哪里去了？那大家快看，我刚刚在那边捡到5元美钞哦。哎，真的吗？你好幸运呢，瑞根。对啊，对啊，肯定是某个笨蛋掉的啦。今天豁出去来买点心吃喽。那个苏菲，因为我刚拿到生活费，今天的午餐我请客。没关系啦，我不吃午餐了，总觉得没食欲了。啊，苏菲好可怜哦，肚子好饿。早知道午餐让安请客就好了。我的钱足够买冰淇淋。新推出的冰淇淋看起来好好吃，我有点幸运呢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仔细看路。没事吧？有受伤吗？冰淇淋。对不起，我会赔偿的。制服脏了吗？没事吗？没关系，只是一只冰淇淋，是我撞到你的，很抱歉。可是，那个，稍微打断一下，你的身体不舒服吗？颜色相当难看。因为太累了，我的脸色本来就很糟。真的不要紧的，请不用担心，冰淇淋也不用赔偿，没关系。
我说，这里的蛋糕非常美味哦。我很喜欢甜食，每当工作很累的时候，就会常常过来吃。刚才真的很抱歉，虽然只是赔罪，如果这样能得到你的原谅的话就好了。非常谢谢你的招待。真的呢，巧克力蛋糕好好吃，久违的感觉，跟人像这样面对面一起吃甜点。苏菲不要哭。苏菲怎么了？被欺负吗？虽然和我学生时期一样的心情，不过空军学校跟女校果然还是不一样呢。会做出霸凌那种事的人，就是无法面对自己，因为自己的问题无法自行解决，才会出气在别人身上。被那种人缠上，也很辛苦吧？欺负我的女孩，或许的确是无法面对自己的事情，也说不定。因为是儿时玩伴，我稍微知道她的家庭问题。只要一想起以前一起玩的那时候的事，我就没有办法对她说住手。我觉得只要我好好忍耐就好了。就算如此，我也觉得你没有必要忍受痛苦的事啊。如果很痛苦的话，或许可以跟周围的人商量。总觉得抱歉，被我这种毫不相关的人说了这些，再怎么说也是风凉话吧。没那回事的，只是愿意听我说这些事，我就稍微感到放松了。谢谢你。谢谢你请我吃蛋糕，非常好吃，而且能听我说话，我很开心。因为没有跟什么人像这样子聊过。那么，再见喽。苏菲，哇，就住在这附近。如果还能再见面的话，你愿意说来给我听听吗？虽然我说不出负责任的话，不过如果只是听听的话，我还是做得到的。真的可以吗？啊，当然了。有什么烦恼的话，就来这家店吧。如果到时候有遇见你，我们再来好好聊一聊。好几次听你说话，你还是跟往常一样很劳累的样子。尤其是最近，我不管怎样都很担心。从我们最初遇见之后，并没有什么改变。改变的只有讨厌的事情吧，像是我的失眠，还有情绪焦躁都没变。不要再聊这个话题了吧，大卫。我的事情怎么样都好，即使是我，多少也能忍耐得住。这世上因为辛苦的事而感到烦恼的人有很多，要是只有我一个人说些气话、哭哭啼啼什么的，我才不要。讨厌的事，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话，肯定能忘记。比起那个，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状况。现在完全没有遇到还行的人，也完全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那苏菲，你有看见你父亲吗？哎，你父亲常常在公司留宿吧？这样的话，我在想，或许你会遇到他也说不定。他有在家吗？他不在家，他有留纸条说他会暂时住在公司，所以人肯定是在公司。去找你父亲吧，你也很担心你父亲的安危吧？但是瑞跟他还有我也很担心安。那么我去寻找那两个人。
你父亲的公司是 JP Golden Chase 对吧？如果发现他们两人，我也会去你那边的。如果你那边提早结束的话，就过来喷水广场好吗？谢谢你大卫，就那么做吧。大卫，什么？大卫，你有想去找的人吗？对你非常重要，现在就马上想见到的人吗？没有，我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。哎，那么待会见，小心一点。大卫，你说什么话会让人误会啊？好了，爸爸公司在哪里 ？JP 哦，有了，在最上面。姐姐，好，有了。本月荣誉榜，查克·菲勒。奇怪的眼镜，那么会工作，但是打扮一团糟可不行呢。读卡机，不出是巨人阵就打不开，可是我没有那种东西。好哦，所以就哪里有哪里有巨人阵啊？啊，应该是你。这个人是爸爸公司的人，也就是说他应该会有巨人阵。乱翻，有了巨人阵。对不起，查克先生，跟你借一下就好。好，飞气。好，使用，直接用吗？有了。爸爸的办公室在哪里？柜台，锁住了。警卫室，有了。文件，为了公司安全，10点以后整栋大楼将自动上锁，无法从外面进来。10点以后留下的人请事先申请，指定解除门锁的时间。好像是管理全公司的门锁机器，大部分的门都锁住了。爸爸在资产管理部好像开着，其他还开着的只剩会议室了。虽然不知道解除门锁的方法，姑且先去能进去的门吧。首先是爸爸的部门，资产有了。Hello， 老爸，你女儿来救你了。有我的照片，也就是说这是爸爸的座位呢。电脑还开着，爸爸果然在公司，或许在会议室吧。爸爸真是的，用这么旧的照片。爸爸，爸爸，那个苏菲今天在幼稚园有画画哦，我画了爸爸跟苏菲，想看吗？是吗？好想看啊！可是对不起，爸爸有点累了，我们明天再看好吗？嗯，没关系。还有啊，苏菲今天跟瑞哥他们一起去找卓博卡布拉了。但是没找到卓博卡布拉，跟老师说了，他说卓博卡布拉只有在南方，真可惜。所以苏菲想去南方找卓博卡布拉，爸爸会一起去吧，可以吗？抱歉了，苏菲，爸爸工作真的很忙，我们暂时不能去旅行了。不要，苏菲明明就想去，爸爸一起去吧，一起去抓卓博卡布拉。知道了，苏菲。那么我们周末一起去找吧，在那之前可以忍耐吗？太棒了，苏菲好开心。爸爸，你喝了果汁吗？苏菲想喝。不，我没有喝果汁哦。骗人！因为挂在你嘴边的有番茄汁。哎。
爸爸是得了不治之症吗？买啦！姑姑是爸爸那边的姐妹，所以我一开始就反对啊，一边处理那样繁忙的工作，一边自己一个人带孩子，哥哥也很顽固，真是的。就算不想和大嫂遗留下的孩子分开，自己却因为过劳而倒下的话，不就没意义了吗？果然现在送去托儿所也不迟。说的没错，家里已经有两个小孩了，不能再照顾他了。托儿所的事，你再试着训练大舅子吧。姑姑，苏菲，愿你在这里。爸爸怎么了？是他的肚子在痛吗？听我说，苏菲，苏菲的爸爸工作有点过头了，所以才会肚子痛哦。爸爸会死掉吗？会跟妈妈一样死掉吗？怎么会？如果苏菲当个乖孩子的话，爸爸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真的吗？嗯，当然咯。可以吗，苏菲？当个乖孩子，不要让爸爸烦恼了。爸爸，爸爸，对不起，因为苏菲说了任性的话，让爸爸感到困扰了，所以爸爸才会肚子痛。苏菲绝对不会再说任性的话了，再也不会说睡觉之前想吃冰淇淋了。花椰菜、肝脏还有洋葱，我都好好吃掉的。即使爸爸不在，我也不会哭。晚上也会学着一个人睡觉，所以要快点好起来哦，爸爸。爸爸，不要紧吧？必须赶紧去找到他。好压抑哦，苏菲有没有这么可怜？应该说苏菲家有没有这么可怜啊？这么压抑干嘛？感觉超差的，被强迫性的成长。嗯？什么？刚才那是？怎么？这里？嗯？爸爸？爸爸，你怎么了？苏菲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苏菲，快点逃！待在这里很危险。那家伙来了。哎，你说什么？到底发生？怪兽！这是什么巨龙啊？这是什么鬼？什么？苏菲，快点逃！啊，爸爸，我们一起逃，快点！真的、啊？为什么会有龙？为什么会有 dragon？ 是卡莉西的吗？哎，卡莉西，顾好你的龙啊！快点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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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。这里是吗？出去！爸爸！苏菲，快逃！快点离开公司！我不要，爸爸！哎，好痛！爸爸。爸爸，爸爸，
这绝对是梦，绝对是做噩梦哦，因为根本无法解释黑影、外衣的军队还有会喷火的龙。如果是梦的话，就快让我醒来。如果要做这样的噩梦，我宁愿不睡。醒来的话，至少救我，拜托，现在救救我，大卫，救救我。有什么掉在这里？这是我的牙齿，是刚刚我被撞飞的时候脱落下来的。脱落的牙齿，大卫。